111年10月16日14时许，在宜兰县礁溪乡新农路与新农路332巷路口发生一起 A2 交通事故，礁溪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。经了解，詹姓男子79年次，驾驶自小客车由南往北行驶，行经上述地点。由于洪姓男子86年次，驾驶自小客车由东向西行驶，发生碰撞，造成两车驾驶及乘客共9人受伤，经送医救治，均无生命危险。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，全案 EA2 交通事故处理。交警分局提醒，车辆行经路口时要放慢车速，务必遵守交通规则。天雨路况风险增加，民众行车速不宜过快，以利对路况及时反应。